大气环境是一份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，致力于研究空气污染以及人类和自然力量对地球大气的影响。1967年首次出版，1990年分为大气环境版 A 部分，综合讨论大气环境版和 B 部分，城市大气版1994年再次合并。陈，香港科技大学 HB Sin 美国太空总署艾姆斯研究中心和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杂志的主编，是 Chen 香港科技大学 HB Sin 美国太空总署艾姆斯研究中心和 A Within Solar 莱布尼兹对流层研究所。根据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， 该期刊2013年影响因子为 3.062。 有关主编的更多资讯可以在该期刊的网站上找到，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。 根据期刊引文报告，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期刊2013年影响因子为 3.062。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中的平均文章在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频率的指标，计算方法是用一年内的引用次数除以前两年发表的文章数。大气环境是一份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，致力于研究空气污染以及人类和自然力量对地球大气的影响。1967年首次出版，1990年分为大气环境版 A 部分，综合讨论大气环境版和 B 部分，城市大气版1994年再次合并。陈，香港科技大学 HB Sin 美国太空总署艾姆斯研究中心和 A 大气环境杂志于1990年分为两个版本，大气环境版 A 部分一般讨论和大气环境版 B 部分城市大气版。1994年两个版本再次合并，大气环境杂志于1967年首次出版。根据期刊引用报告，该杂志2013年的影响因子为 3.062。